对，就是给停停。喂喂，好，没事。对，就是给停停。然后我应该干嘛？你应该投篮，重新发球，重新发球，重新发球。你给就给我，没有，别给他。想骗我？这。应该得给他吧？哦，给你也行是吧？先给防守队员，先给防守队员。好的。然后再回传给他。好，开始。宋江拿到梦寐以求的手套了。还好吧，这是。他不是应该先传给我？先给你。再给我。OK。哇，哎，你俩这时候不应该跳舞吗？不是，这时候应该是拉拉队啊。对呀、啊，拉拉队出现了。哎，这时候我们就 你们俩真戏太多，干嘛呢？中国还挺大的，放心，加油什么的，加油吗？祝你们大放光彩在赛场上。哎，啊。哎，哎，二运，他在默默念，换发，二运，啊，走两步不能走三步，我们干了什么呀？他在默默念，咋就发生了什么呀？不，宋江开场之前跟我说了一句，其实我会的，看出来了。